我叫黄玉文，我是嘉义大学兽医系，然后二年级。我觉得以你的打扮，你未来应该会是看老鼠的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来带了什么歌曲？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请开始。我觉得你的笑容很可爱啊，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你唱歌你不要往下看，你会显得比较怕或是没有自信。然后我很喜欢你的耳朵，谢谢，恭喜过关。